好 ，OK。三峡传的那些 NFC， 什么 NFC 和有 NFC 是功能的手机呢？和我们这个 Nokia Essence 的蓝牙立体声蓝牙耳机呢，我们可以直接不用开启 Nokia Essence 立体声蓝牙耳机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手机和它进行连接。那么大家会看到。那么这个手机呢，直接和我们的耳机建立了连接，那我们的耳机同样也同时被开启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可以。来欣赏你的音乐。那么这里有音乐控制键，可以直接进行前进、后退，还有停止。你也可以通过手机来进行。暂停。Okay. 另外呢，就是诺基亚 S 蓝牙听诺机可以有那个Active Noise Cancellation 降噪的功能。那么当你开启这个功能的时候，我们会听到你的车是否压高很多，因为你压车。那么现在就是开启的状态，然后你可以。这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对比。那么这个有源降噪呢，可以降低周围的99.8%的一个噪音，达到一个更高品质的效果。另外呢，这个蓝牙立体声耳机呢，同时有重低音和高音的这种音质的控制，那么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专业的立体声耳机的效果。